还在偷偷暗恋着对方吗？喜欢他这件事你还能坚持多久呢？单恋大作战，说穿无数少男少女的心事，喜欢就是要大声说出来。快看看男主为女主做了多少事。很不幸，就在男主准备跟青梅竹马女主表白时，受到了喜欢自己的女生的诅咒。我诅咒他，诅咒他永远得不到爱情。如果有人向他告白，他就要遭受厄运。从此之后，只要男主稍微透露出喜欢女主，女主就一直不断，还是过不把喜欢说得很清楚。关关雎鸠，是你在河之中，我喜欢你，喜欢雷，嘿，风雷。然而没用，据说要女主真心向别人告白，并且对方真心接受，方能解除诅咒。于是当男主发现女主有了喜欢的人，在心痛的同时还立马怂恿女主去表白，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。你磨蹭什么呢？赶紧告白啊。我说不出口，今天太突然了，我头发都没洗。你确定你洗完头就能表白？嘘。经过三秒钟洗头大法，表白开始。石井学长，我喜欢你。我大学里没有谈恋爱的计划。于是男主并不能歇着，还得帮着女主让对方喜欢上他。小编都在为男主心碎中。可是，把自己心爱的女孩子推荐给一个我最讨厌的男人，这种事想一想，我每天都会做噩梦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石井学长终于产生了非同寻常的感觉，从来没有过的感觉。于是上演了一出高冷男神的撩妹手段，以及呆萌男主的吃醋全记录。与此同时，剧中的人物全部都处于单恋状态，你喜欢我，我喜欢他，他喜欢他，那他呢？不要再单恋了，趁着白色情人节大胆表白吧。那今天戳穿你的暗恋心事了吗？分分钟追剧，下期见。